好，谢谢。那么啊，我们就各党团都已经到协商会场，我们就进行这一次的一个协商的一个讨论啊。那么这一次是盐商委员柯建铭等64人所提召开第九届第六会期临时会相关事宜，现在我们就请提案人来说明。主席，各位党团代表，大家好哈。那今天本党提出临时会召集，事实上在上礼拜五傍晚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我们希望就是说，现在目前只剩下中央政府总预算，前瞻也过了哈。很感谢在过去上会期，我们大家一起完成一些事情，不管政治形势变得怎么样，立法院的法定职务我们还是要完成。那现在目前只剩下总预算，所以我们提出今天开始召开临时会，那下午改为 M 会，那之后我们进行处理总预算，也就是说1月号从今天开始到一直到1月11号，当然这中间能够提早完成，我们就提早结束。那我们把临时会定得很单纯，是处理有关于总预算事宜。以上，请各位支持。来，请各党团表示意见。国民党党团，基本上，临时会还是针对特定事项了哈，跟急迫性的。那我们基本上还是以总预算为主了。好，谢谢。那个亲民党党团，同意国民党团的说法啦，因为这个我们加开临时会就是要处理一些比较重要的案子嘛，所以我还是希望中央政府我们的总预算为主哈。还有一点哈，就是希望行政院各部会哈要确实去跟各党团做沟通。这个等一下我们第二阶段要讨论，不要再像去年的情形一样，好，你也不去跟东团沟通哦，你没来协商，其实有时候会浪费很多时间呐、啊。对对，好，好吧，好，好，谢谢周成伟，来那个时代力量党团。OK， 谢谢院长哈，那先跟大家祝新年快乐哈。那个，我想时代力量的立场，其实我们刚才也召集了记者会说明哈，我们认为说临时会审预算，我们不反对哈。那可是呼应蔡总统昨天的元旦谈话，主权、民生、经济，所以我们认为说临时会是不是也有可能处理一些法案，尤其这个关于普悠玛事情，后来成立了这个大家觉得有必要成立这个运安会，那运安会的组织法跟调查法也出了委员会了。那其实临时会是有机会去处理，不论是协商或进入二三读。那另外是关于移民法第18条，这是跟租赁有关系的。那目前下午1点就会召集协商。另外国家经营保护法是去年上半年就提出来，也出了委员会在协商。就关于敌对势力怎么界定的问题，我想这跟防护主权也很关系。那我相信刚才等一下院长会来谈这个预算案截止的收案的时间，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协商，然后进入院会表决。那其实之前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空档，好，我们是认为说这三个案子其实是可以处理。我也把这个我们的提案，当然时代力量党团在临时会没办法提案，好，因为党团不能提案，我们可能也联署不到一定的人数。不过这边也恳请两大党团哈，好好想一下，除了总预算之外，其实是不是还有审理法案的空间、时间？好，对民党党团这边的呼吁是，总统昨天都讲话了，如果他的话现在还当一回事的话，好，我觉得我们在立法院是可以积极的回应。好，来，请柯委员。我想时代力量对临时会要做什么事情，当然他没有提案权嘛，好，必须我们党和民党党团好把列入。那每次临时会的时候，实际上都提一些他认为可以有一些
他们表达立场的，啊，乃至于就是说，啊，增加一点他们自己的格局的。那市长，我们要从很实际面来讲，非常安全的组织法，运输安全的组织法及作用法，各位不要忘记啊。上个礼拜三我才拜托委员会赶快排进去，才出委员会，要查我协商，连一个两千协商都还没有哈。这个至少一个月，而且有七八个版本，啊，假如很注，实在上很注重，运输安全的话，早就应该这个商会给很多机会。今天送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提了，然后各党团来放到委员会审查。是上礼拜三我还拜托我两个在中央委员会排出，上礼拜三我以为是可以，本来以为是可以，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啊。那不要法号这个事情是一个要追踪要检讨，是一个长龙腾的事情，而且要有的是必须经过司法程序的。那么那当然这个法案行政院送进来，赖院长要离开以前，我们希望这个法案能够在立完审，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啊，民歌工哈，然后私人雅会，然后现在变成你们的东西，我是觉得到时候不必再这一套了。根本上礼拜三才出委员会嘛。那我不知道实际上有谁去在委员会发言，应该是有，啊，应该是没有吧？好，好，第二个入出口移民法，入出口移民法当然就看到非洲猪瘟的问题，非洲猪瘟看到有一个大陆人来，然后被罚款，他这样痛哭不能进来，怎么啊等等，以现在入出口移民法第十八条本来就可以处理，实际上所提的这法案和原版本有什么毫无二致啊？这是在第十八条。如果移民得禁止入国，什么人不能拉进来？当然里面有哈，未期待护照后拒不缴验等等哈。第六款里面有携带违禁物，好，携带违禁本来就可以不让他进来啊。那你把携带违禁物加上一个后禁止输入之检疫品，还不是一样的事情呢？何必在作证啊？好像是你们特别注意这个事情，以现行法上都可以处理的啊。我是觉得立法不要哈，只是一时之心，然后报纸写什么，然后写一写，然后就变好像是你们主张。现行法上本来就可以处理，那至于说什么不缴钱不让他进来，哈，那本来就可以。你进来以后你要出去不缴钱，全部不能出去的，啊。那我昨天还这两天问移民署，他们认为，实际上所提的这版本根本和现在一样嘛，何必做今天大害？当旗鼓开记者会等等，然后突然就是说第四个关于国家经济保护法的问题哈，好像你们卫府先知道昨天蔡总在讲什么话，这个你们还没在上礼拜你们就在喊这个要做这些，要你们希望提哪些，你们要出于什么法案？我跟坦白讲，我比实在用比啊，民党党团比任何一个政党更 care 这个事情，那是整套的。我们现在包括这个不只是新闻哈，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刑法、国家经济保护法，而且哈，所有的修正案，这是一个整套、整大部头，整个在盘整中。下一期，民主进党会提出一个很负责，所有的一套都拿出来。这个有关国家经济保护法，现在能够处理的部分，事实上是处理就是说，政务官，比如说周永乾。这个应该三年不能出国，他自己改了三个月，就是这个处理这个问题而已啊。国家经济保护法现在要处理的不是只有这个问题而已，啊，这个在委员会都审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对比较罗燕的问题，啊，真的要处理两岸，现在我们开始面对，包括今天习近平会讲什么话，我们大家值得高度关切。台美关系的变化，啊，那个再保证倡议法已经开始生效。蔡总统来自整个国安团队，这整个国家现在处境的思维，不是像你们这样讲一个说做什么啊？这个蔡总统讲话，我们好像不大注意。我想，稍微之间在谈国家议题、国家安全的议题上面，不要少算为之，任意的攻击，这样对国家是不好的。这样子啦，这个。行政院函请这个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的组织法修正草案，是刚出委员会，上礼拜三，那还没有
还没有过协商期啊、哦。如果没有过协商期，你众人送到院会，还是要等 okay, 等协商了啊、哦。好，除非是已经协商有结论，大家有共识。那下个会期是法律会期啦，我们有蛮多法案都可以把它列为最优先的法案来处理啦、哦。所以啊、因为刚好碰到二月份啊，刚好过年，那过完年大概就是法律会期。如果时代力量啊党团不反对啊，我们下个会期就把这几个法案列为最优先的法案。那在这一段时间，该负责的委员会的召集人就尽速协商，下个会期只要一开议啊，总咨询结束，很快就会通过这一些案子了啊。如果大家有共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让这一次的临时会比较单纯化一点啊？我们来省预算了。好，来那个徐委员 ，OK 啊、谢谢院长哈。就像我前面提的嘛，好，我们没有办法在临时会提议程嘛，好，所以我们才透过协商的过程好提建议好。那其实大家也知道，之前关于这个检疫物不得以邮寄或包裹方式输入，是关于动物传染病法第34条。好，而跟大家报告，27号出委员会，28号院会就二三读。好，啊，这个跟朱委员关系也有关系啊，对不对？有帮助啊，好，也没有所谓党派的问题，大家都支持啊。好，所以我们才会提说，那、如果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34条，其实大家有共识的情况之下，出27号出委员会，隔天就院会二三读了啊。我们提了这几个，至少，好、哦，入出国这个移民法第18条，或是成立这个运安会、哦，我想这个应该也没有党派的问题了。好，有没有协商结论？好，有。好，没有。我讲一下，刚刚讲完了。好，对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才恳请说，哎、大家除了预算之外，要不要好好讨论一下，说有没有这个审法案的空间嘛？好，包裹这个事情，隔天出委员会之后，隔天院会就处理了。好，嘛，这个都没有问题，基本上都是讲有没有协商。对了，好，来，来各位，咱今嘛吼，讲代志，大家大家负责，而且要很真诚的来谈这个事情。那不是说我这样每次我不好意思讲的是，当然你们小党有发言的空间，有要希望说你们能够有对于这个林书伟也表示意见，我们都尊重哦。但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这不是最重要，今天白就开始发，再去开记者会，按来怎个讲，讲我刚用来说明来听。你刚才提到的所谓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它是邱议员提的，我们马上进入二读，马上处理，是因为这个非洲猪瘟的事情要增加罚则的问题。你怎么办法很稳的，所以朝野都没有意见。你现在出入国移民条例、移民法第18条修正，它原本的条文是长得一样，是完全一样吗？完全一样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必须要马上处理啊。就是第6款，起码讲每三礼拜，然后每三礼拜来都有救嘛，新的违禁品我们可以不让他进来，本来就可以的啊。按增加或禁止输入之检疫物都是违禁品嘛？那没有，这个不必修也可以的。所以，那我们今天大家很心平气和谈，就是说我尊重时代要所有提案哦。当然，我们在执政的时候，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得非常周详。所以也很感谢，就是说，邱委员当非洲猪瘟发生的时候，邱委员委员提出来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啊，赶快增加罚则啊，能把那一张一百万嘿。然后往上经过组织，好像大家都同意，这是有机的。我想我们党任何政党都是一样，大家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而且嘛，你起码公这入出国移民法第18条长得和原条文就是一样嘛。你说什么等一下来朝野协商，那根本大可不必吧？啊啊，嘛，我的问题是，如果还没有到协商期一个月之后，如果里面有意见，那要进入到院会逐条讨论，那我想这个对委员来讲也不见得大家就同意，党团不见得同意。如果有协商结论，大家没有意见，利用一天来读啊、哦，大家不必动员，那这个还有机会啦。啊，我们说你了解外意思不？
啊，所以如果说还没有到达一个月的协商时间，那又没有协商结论，我们干脆就不要排啦，那是争议啦。如果有协商结论，我们在中间是当然可以插一两个，像飞安，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哦，有共识，那排进去是读一读，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排了这两天这几天协商，是也要召集委员要协商。那如果这几天协商没有结论，我们排这个也没有用啊。好，哦，我的意思是安尼啦，吼，哦，就是讲，恁若有结论，我就排啊，我就念念的，我念名，大家也免来咧，吼，哦。那如果没有协商结论，我们排了也没有用啦，因为你没有到一个月嘛。院长，既然我们提出了，我们希望单纯化，吼，包括运输安全啦，啊，刚刚组织法就有十一个版本了，作用法有八个版本。我本来以为很单纯，结果上礼拜一审下去的时候才知道很复杂，哦。我要尊重各党，包括亲民党有提案，很多党人都有提案，哦，那一时之间，召集委员是谁？都是就民，周春米，哦，有一个是林俊宪嘛，哈，哦。好，那因为机关呢，哈，哦，不是，我想这个法案，我刚才也讲过，现在进来到上礼拜三在排，我这个阿达今嘛变了做级别啊。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也不去讲话，啊，现在变成我你们要拿这个可以点，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再发生这个问题，好不好？好，谢谢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国民党团是倾向这个临时会任务单纯化，也就是希望尽快处理108年度的总预算。啊，我们国民党团是倾向把它单纯化，那赶快进行相关的协商，谢谢。好，来，永明兄。好，我以为国民党党团是要砍预算，不是要把那个处转会预算都砍掉吗？还急着要审预算。好，我只是把它讲完哈。我想前面我们提为什么会提这三个案子哈，一方面呼应总统的谈话，那另外一方面关于这个运安会的组织法跟调查法，我们的立场是赶快通过。好啊，反正已经出了委员会协商，那当然周春米。陈明文召集能不能有结论，我们当然觉得说当然尊重协商的结论，可是我们的看法是说，如果能把它排到临时会，哦，我相信会让大家觉得说我们真的把它当一回事了，哦，而且这个事情没有党派嘛，哦，那关于这个陆出国跟移民法下午就要协商了，哦，我相信也应该可以有结论，就像刚才总召讲的嘛，就是让他更明确化嘛。好，没有不以修正的。好了好了，不是明确化啊，哦。我把它讲完嘛。好，我最后一次发言呢，啊。好，哦，关于这个事情，我当然知道这是两大党团可以决定的啦。哈，哦，可是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临时会就是大党团的游戏。好，哦，我们其他党团就不能提议程。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过程来表达我们的立场。那也呼吁说大家是不是能看一下外面社会的期待是什么。如果我们在这一次能把运安法跟调查法通过，然后普悠玛赶快重启调查，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除了在炒预算之外是不是更有积极的作为，这是我们的期待了。好，那也谢谢主席给我这个机会发言，谢谢。好，这样子的啊，哦，我们因为第一案第二案啊，哦，都还没有超过还没有超过一个月的协商期哦，我们真的要把它排入，变数会蛮多了。不过各党团是不是同意这几个重要的案子列为下会期的优先重要法案呢？啊，好不好？那我们顶多是二月底大概就会通过了，也差不了这一个月了啊。好，哦，那我们真的把这个临时会把它单纯化，把预算赶快审完啦，啊。哦，不管要冻结啦，还是要删减列哪一些单位的预算，总是要把预算审完，整个国家才可以动。不要像美国联邦政府现在还领不到薪水啦，哦，好，来请。院长、各位同仁，我报告一下了哈，因为这个运输安全组委员会这个组织法哈是上个礼拜我们司法委员会审查过的，那当时的结论就是送党团协商，哦，所以呢现在党团协商的期限都还没有到，那现在也没有办法处理哈，哦，那交通的部分也是这样，一个作用法一个组织法都是如此啦，
我还是建议我们依照程序来。好，那临时会最重要的就是特定事项。那特定事项刚才三党都有共识，就是我们单纯赶快来审预算，因为法定时间其实已经超过了哈，我们赶快把总预算108年的总预算处理完。对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哈，依照民进党的提案，单纯化就纯粹来审预算。那其他的案子，只要这个2月一开议，我们马上协商，协商完这个就可以解决了。对了，只要协商结论一念就过了嘛，很快了哦，差不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啊。那我们这样子啦，如果时代力量党团不坚持啊，我们就啊。就以省总预算为主了，好不好？我们大家好，好不好？主席，我们当然坚持了，不过就基本上就是好，我们可以主席来处理了，尽量我们能够。不过我们把刚才各党团关心的法案列为下会期的优先法案了，好，好不？会安呐这一类，好，这没问题了哈。那这样子了啊，我们啊、今天下午我们就召开第一次的啊、我们的。临时的院会了啊，那基本上民进党党团的提议，我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啊，民进党党团的提议是1月2号啊至1月11号召开第六次第一次临时会，然后1月2号下午星期三举行程序委员会啊，1月2日星期三下午举行第一次会，就是下午，今天中午举行程序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并以1月3号礼拜四，然后1月4号礼拜五，啊，然后7号、8号、9号、10号、11号为一次会，就是我们的审预算就是一次会了，好、啊，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哈、啊。那时间的安排，我是建议哈、啊，我们能不能因为下午我们就开始院会，那院会之后。我们就要把提案的时间，好、哦，党团提案时间、部会沟通时间，然后党团协商时间，最后进入院会处理时间，这四个阶段要把它做切割了，要把它列出来啊、哦。下午院会要不要开？下午院会当然要开，没有开，要开、啊，要开啊！我们要报告协商结果啊、哦。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能不能今天因为？中午我们的啊院会就开始嘛啊、哦，我们今天下午跟明天1天1天半让各党团提案呐、啊，可不可以？今天跟明天呐、啊，好，因为两天大概大家都准备好了啦，好，今天就可以提案，不啦，我好，很少了，很少了，那好，今天一天可以不可以？来，我来处理啊，大家呐反对，大家在讲啦哦。今天跟明天我们来提案两天啦、啊、哦，礼拜五后天，礼拜五后天，礼拜六礼拜天，当然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的部会也可以利用各种方式来跟党团做协商啦、啊、好、哦、所以5、6日3天好、哦、让我们的部会跟各党团进行各委员进行协商，哦，那好，好来，没关系，有意见我们就提出来哈。5、6日哦，因为6日都是假日啊，所以是不是加个礼拜一啦？那看看我看看一下，礼拜一是几号？按量不到，其实各党那这样子就7号，7号就开始说。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沟通到7号。中午我们下午2点半开始，我们半天再半天给他们啊。好，7号的下午2点半，我们进行协商。好，假如各党案量不多，这个协商第一个从，哦，等我讲一下哈、哦。好，三点数先谈嘛，三点数谈了，大概也定了啦。那个。好，然后通案的部分了哈、哦，通案部分，然后一组一直下来嘛。好、哦，所以啊，不必再什么等半天，有先沟通。我阿伯搞部会要跟对他们要礼拜五差不多一看就知道部会看了一下他们就出去沟通，周末也可以沟通，当然赖那等谈都可以，礼拜一就开始来协商了。那没有、哦、啊，我们礼拜就协商嘛。礼拜不一定要到下了，我们你说我讲就好。好来，你不一定爱搞下昼嘛，下昼你嘛早起就先开始，咱讲一部分，咱讲第一组就开始，后边个七八组了，加个半天呐、啊。
好了，没关系的、哦，那不差半天了、哦。那个只要案子不多哦，省下来就省一天了啦，好了，案子不要多，最重要。好，七月这样子了哦，一月七号下午2:30进行朝野党团协商啦，然后协商八号协商，我们九号处理啦。啊，那也在没？东西九号处理，九号处理。啊，九号如果我们协商还没有结束，就十号处理，因为到处理一定一天就结束了，好、哦，大概一天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协商最后只要大家有共识，大概剩下的案子都是几十案了、啊，大概一天都可以处理了。原则上九号处理，最慢十号处理了。好不好？当然能够九号处理哈，就九号处理嘛。可不可以？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好，心中都有负案的了。好，那好不好？嗯，好，来来。院长，我想询问一下哈，如果礼拜四截止，要、啊、什么时候截止？好，啊，截止之后可以再送案吗？没有没有，这个一次会只要总，因为我们有特定事项是总预算。我知道，我说预算案。是礼拜四、哦、我知道，礼拜四原则上我们是不送案，除非是特别啦，哈，特别要怎么特别、哦？那上次就引起争议嘛，对啦，就是截止之后又送案，然后现在对啦，到底我们要不要一个清楚的规范？好 好，我们这个要有一个规范，我觉得这个要讲规范也无所谓了哈，讲一下啦，嘿，我们讲今年中正怎么算？好，哎，讲什么时候截止不能送案，然后在协商以后再还再讲一次比赛，然后到表决前。又实际上在不同阶段一直提出来，后来我们就说算了，连表决前都提出来。那今年国营事业预算处理的时候，黄忠在这里吧，说送案截止以后不能再送，把中油有一个要删减的案都不能再送啊、哦。那这是今年黄国昌在这里只坚持涨不要个涨了，就中油自己要删减的部分造成也不能再送，那他们送的比较慢。那现在再从头来谈。什么时候可以截止？啊，那南公今天这个是大家一个互相啦。我们都礼拜四截止送案，然后在朝二协商中间哈、啊，假如真的很需要，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我这一点我倒是比较不坚持啦。然后就不送这南美分漏掉了怎么样哈、啊？我说赵黄国昌哈，你哪边第一轮也赛，把赛，这个原则是不好的。好，我觉得我你的是家，就抓在就抓，我不会赛嘛。你可以，我的意思是说，哎，我们就是把游戏规则讲清，我们等一下会有协商结论嘛，对，对不对？有明确，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礼拜四什么时候截止？截止之后可不可以再送案？对啦，我其实去年我也是这样讲嘛，院长在那边主持嘛，对啦，对不对？啊，结果我们每次都说啊，你还可以啦，我还是那时候是同意啦，我们有同意，所以他们有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我那时候也是问了哦，就是大家讲清楚哦。你说可以，那大家送案以后又说啊，你的量太多啊。我是说后来不同意，你们还在送我们啊？这样子的哈、啊，我来处理好不好？我们这样子的哈，我们啊、明天下午啊六点之前可不可以截止了哈？那如果要送案，在七号中午协商之前得以再提案，协商之前呐、啊，但。希望每一个党团案量不要超过20案呐、啊，因为你一定是发现重要，你才会临时再提嘛。哦，如果大家不蓄意杯葛啦，哦，你一定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两个案子要做修正。我们七号2:30协商之前都可以再提，但已不超过20案呐、啊。哦，这样应该公平吧？对。其实院长，我就是这个意思哈、哦。你要规定只有10案或20案、50案都可以。因为就是把它明确规范，它会有一些对，不要最后提案的时候又说，哎，你的案太多，这样比较好。包括那个我好不好院长，我觉得这样了哈、哦，我的建议啦，我们的看法啦，好，当然你在协商以前哈、哦，对，还可以提适度的提案，这个也就是说在明天结案以后到协商前，对对可以提。那我觉得不要去。讲一个说不要超过几案这样的事情，啊不吼，那个到时谁上都有个偏三百几百，那就没有一个截止的时间，因为你必要的提案了、啊、哈、哦，对啊，那因为你如果设一个量，我是觉得感觉上对于
不是说代表说我们一定会提案或什么，我是觉得基本上去设一个案量不适合啦，特别是如果院长来讲，那我觉得不适合啦。因为哈，那我们有提案的一个截止时间啊啦。对，如果这样子，我们应该就会提案到协商之前啊。那是讲哦，你掌外属，这个是一个阶段跟一个阶段的原处理，所以啦，因为你希望大家说明天把它提出来，对，就是说送案到一个阶段，对，那其实是要主要是要让这个处理上面的时间可以有效的缩短或者有效率啦，哈，那但是在协商以前，可能你发觉的有一些你没有提到或者修改的，对对 对，我觉得你就是说好，这协最慢最慢就协商以前，好，好，那我觉得这样处理，啊，但是按量呢？按量我觉得不用去讲，来，我讲一下，那这样会按量就干脆到协商之前，我讲一下好吧，来，院长，我想讲一下，其实哈，如果我们我先举手，拜托我讲完你再讲好不好？来，柯委员，不是啊，因为他在处理我的案子嘛，没跟他是公开案子啊。我的意思说，这个逻辑是这样啦，我们设 deadline 其实是有问题的，我其实根本不要设 deadline， 我们到院会处理的时候还可以提啊，对不对？我们设 deadline 就是不是，这是我的意思说，我们可以说不要设 deadline 啊，我到院会。院长下礼拜要处理的时候，我再拿个案子出来也可以啊。好，对嘛，所以我们才会提 deadline 啊。我们也体谅啊，说好你要设 deadline 可以，那你至少这个 deadline 是真的嘛，不要是假的啊，假的那就不要谈了嘛。因为对，对，因为我跟各党团报告啊，好来，你再裁决了啊。大概他两讲的，这无什么啦，哦，这样会讲的。今年的国营事预算，洪国昌来协商，到什么时候截止不能再送案就停下来。对，后面总有一个案子，很大的案子，他因为总有那内部经过讨论，让他送进来，不准让他停，就直接黑一个，啊，那就停下来，啊，他讲的话就是圣旨，啊 ，OK， 那我们就尊重。今年的哈，中央政府总预算在这里协商，讲好啊，不再送案了。再送来，包括警政署，包括 NCC 再送来，啊，就抓好了，好，我要紧，如果哪个个修，啊，再修，然后再讲一次，又再送来，再收。表决前，院长还为了这个事情跟我沟通说，有关于这个教育部的预算，你们还有提出来，我们一直在讲啊，讲好都不可以，只有他们一直在抛力，我们全部以，我要都用度掉了哈，为和谐，好。就在今年的国营事业预算，洪国昌一讲的时候，不可以送就不可以再送了，哦，我们就尊重。现在回到最新的嘛，新的形势，我们现在谈到今年的，啊，明年的，恐怕是这啦，这是大家好爱啦，哦，而且总预算大概三点多少，大家在委员会三多少，大家心中了然啦，啊，立完审查预算持平的论，到最后可能变成一个遮羞布而已啊，因为时间市场有限，啊，哦。那审查结果，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结果删减不到50亿啊，你何来200多亿呢？一定要讲一个数字出来，这个这么多年都是如此，大家只是不想把这个布掀起来都弄得很难看。那我们希望和谐为主啊，来，最起码明仔在下午6点已经上对吧？没有拜喜对吧？拜过好，各部会去看，可是不要忘记，这种像这种在处理情形的时候。执行长送案是要对案量是你，我们是比较后面，因为对案你送出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回来怎么送。所以执行长的对案一定是在协商前才能够提出来吧？因为你没有送出来，我怎么知道有什么案？我怎么用对案？你带起 A 导出来，对吧？哎，啊，不会去沟通嘛？沟通行可以的，他们接受不可以，他们要提对案。所以每年都是这样，执行长的对案就是一定是比较后面，因为没有的。你们没有提出来，他怎么知道对啊不对啊？所以一定是啊，拜一领导一讲，这各部委对啊一定要出来，对，这是压在后面一定的啦。对啦。那至于再送哦，这样子，你只按修追的话，不要紧啦。几期展函的，可能5万10万都不会有这种情形。只要大家有诚意的话，应该不会说在暗海的。你再找那个暗海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说哈，包括秀明刚才也谈到，真的。有的真正要表达政治立场的时候，在表决前，他可以再提出来啊。我们这个游戏规则都很清楚，对吧？
不能也塞，那是在最后政治立场表达这条规定，我要表达怎么样，我要再修正，再可以提出来。对了，所以我认为哈，那是那个报哈，杂案的杂案都无所谓了，大家都相依的，都哎，大概不必用到这么多了。我也用到。我们的业务单位的麻烦就是，你们提出来，业务单位也要再看啊。我们不是看而已，我说的是立法院，我们要印。我那边还要印呢。而且如果你七号中午提太多案，我没有办法印出来，然后当天就进行协商。所以如果你案少，我们就用影印就可以很快。但是你案多，我们就要像这个复印。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会实案就可以了，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的哦。那会在提案是表示我们有一些可能有疏漏，这个案子应该不多啦。我会说二十案的原因就是说，以前都是十案啦，我们会说二十案就是说也有一个空间让大家觉得哪一些部会我可能没有想到，还是委员可能对某一些案还有特别的意见，那当然就会有一些空间啦哦。那当然这个你要在院会开始处理之前，有一两个案有时候突然要做修正动议案，其实我们大概都会从宽处理，大家都能够接纳，只要案子不多啦哦。好，因为我想这一次大家也不会蓄意杯葛啦哦。原则上我们就以二十案啦，原则啦哦，好不好？好，来院长，我之所以觉得这个要讲清楚的原因是，对啦，我怎样了？去年我也是问这个问题啊。对啦，大家说啊，没问题啊，有必要啊？各位，必要谁认定啊？我觉得有必要。对啦，对不对？你觉得没必要啊？这个怎么讨论啊？我们本来就立场不同啊，所以我才会说，那要不要讲清楚？讲清楚。各党团，那也不要讲说啊，我要提对案，那你提对案，我不能再修正吗？对不对？所以我一说，大家不是啦，大家就互相尊重哦。所以我去年这样提，今年这样提，院长说二十案我也支持啊。可是各党团就是二十案，一直到二读的时候，院会表决的时候，就是二十嘛。好，否则设 deadline 没意义啊，我们就不用讨论嘛，因为按照规则，对啦，可以的，对不对？议事规则，我们到二读看看，今年试看看呐。因为今年比较没有什么争议啦，大家争议性不高。两个，我要跟你讲，按照我们执政党什么事情都是要面对嘛，哈。还是说，包容国民党党团觉得二十案太少，要几案也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数字啦，啊，院长只要有个数字就好。对啦，我们你要一百案也可以。对啦，就是有一个数字大。第一次你有没有一百案？第一次二十案，第二次变成一百案，那是啦，当然是一个数字啦。举例嘛，我只是举例嘛，对不对？我是说游戏规则定清楚一点，不要含糊的说有必要。我觉得这样好了，刚院长讲的是为二十案为原则嘛，原则，我觉得就这样好了嘛。好啦，就这样，就是你不要讲二十案为限呐，为原则，二十案为度啦。好了因为你总招你这样提就没有意义了嘛？怎么没有意义？如果礼拜一你又可以提你的对案，你当然又不限数目。我刚行哟，只要你们提想，你知嘛？你提案子案子来，然后也不会，各部会去沟通，沟通好的。不是啊，那就他要接受嘛，那就进去。程序上本来就这样哎、欸。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要设 deadline 嘛。你提了对案子，你让我把话讲完好不好？你让我把话讲好不好？来，客户本来的遗传的程序的西安呢，历年就是如此嘛。对了，你提出来以后，各部要去沟通嘛，对都要接受，不能接受，他会三点少一点，他们提对案出来，当然是你在后面的、啊，哪里有又不是神仙，你知道你要搞什么东西？这程序就这样嘛。柯文历年来就是如此。对了，柯文讲的不是在增加案啊，是提对案、啊、而已啊。对岸就是说，其实那我们明天到明天截止那个完全不可以设限，对不对？
明天那个不没有办法，那没有设限的、啊，那也不见得能够协商完成呢、啊，对不对？里面会有一些案，你那截止当然有设限，在二十最多二十案，不是啦，明天到明天中午那个是没有，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你不能限制二十案啊，那怎么可以限制二十案？没有那个，不是说到表决剩下二十案，不是哦，不是这样哦，也可以哦，啊。那最好、啊，我来，我来再提的五百案，各位再都没有办法结论、啊。我跟各位再报告一遍啦、啊，哦，我们下午就开始提案，到明天下午六点，这个是没有设限的案子啦，哦，这很清楚了哈、哦，这很清楚。那我们就是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早上到下午两点半，哦。是部会跟委员的沟通时间呐、啊，好，那到下午两点半协商之前，各部会各啊、党团如有疏漏，可以以二十案提啊、委员者再提出你们的建议案。那各党团一定有对应，对应的不那个对案不叫增加案件，对案只是你的案件跟我的案件。你要减列一百，我说好，我减列五十，并，哎，那是修正的意思啦，那个不是增加案件呐，好、哦，是一种对案嘛，好、哦，比如说那改主决议啦，还是怎么样啦，哦，这个只是这个你说不能做，不能够有对案，这个很奇怪，好、哦，因为我们的预算案蛮多都到最后都改主决议嘛，哦，好、哦，所以这个对案协商不会，我相信我们都已经乱了好几年了啊。哦不会乱掉了你相信在我们一起的协商之下，我相信一定会搞不好会提早结束了啊。那七号、八号我们就协商，那九号我们就进入处理。如果八号没有办法协商完竣，我们九号继续协商，最慢十号处理。啊，十号处理不完，也有十一号啊。好、哦，哎，院长，你刚刚讲说这个。提案哦，那你在处理的时候，各党团还是可以提案的。好了，对不对？因为不，我是觉得立法院合议制的。对啦、哦，那你刚刚讲那一些，只是原则啦、那个。那个是原则，那其实那个都不能作为封杀委员提案的权利。对啦，当然啦，因为这个东西对不过对议会政治来讲并不好。好了，所以其实当然院长作为主席，你可以呼吁大家，对啦，这样子来做。但是这个不，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子。不过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的党团的协商结论，我们下午两点半是要在院会宣读呢。对，你可以把、啊、院会通过的话，这些是用原则啦、啊。这些时间点你可以列为协商的结论。对，但是我真的觉得说去在里面写说几案量不要了，案量是千万不要写了。我觉得不应该，因为这是大家合意志，大家觉得沟通协商的气氛。哦、如果都很 OK 有默契，其实没有人会去增加这一些嘛。但是写在那里面，我是觉得对有你看我们的协商来讲不是很好。我们在早上处理变这个凭良心的啦，好不好？不好凭良心啦，变。哎，启真兄，我们在那个变更议程，当时我们就写以不超过十案为原则，小党优先表决。那时候大党都没有反对哦。就尊重小党，所以那时候我们才有时代力量、亲民党、时代力量、国民党、民进党。那时候我们就以不超过十案为原则，我们就会从小党开始表决，大家不必排队。还是有啊，啊不然大家每天都七点就三四点就开始抢排队，否则因为我们的案是一样嘛，哪一个变更议程通过，后面的案你就没有机会表决了嘛。那大家都是第一个啦，我们是为了一个和谐，所以当时就以十案不超过哈、哦，所以你看时代力量都提九案，好、哦，就是这样子才有表决的机会啊。院长，我提一下了哈、哦，其实我也觉得江委员讲的对了，就是尊重委员的提案权，其实不应该设限的哈、哦，所以不设限我们也支持。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协商结论就把游戏规则讲清楚，不要。去年说不设限，而且有提案以后又开始抱怨说，哎，这个量太多。我就说，当时我就说，你们要不要谈呢、啊？对不对？啊，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需要设限，我们也支持了。第二个我要提哦，议事规则里面没有什么叫对案哦。好、哦，好、哦，修正案、啊，对，
对啊，没什么叫对岸说哦，我对岸可以晚点提，修正案怎么一定是晚一点提？你提出来，他要去沟通，那我可以他要接受，不行他我觉得这我们要跟他讲清楚。那你如果再你修正，那我们再修正，那我们可以你有一次可以再看一看。你才去沟通，可以接受接受对岸嘛？我想说谁？当然是对岸就修正案，我们就跟你表决了啊。粉红色拿来，我们来看一下哪里有对岸。我跟你表决就是对岸了，对不对？啊，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提再修正，你提修正，我提案修正，在这协商，再修正，让你好了，你可以好了，我们接受嘛？这个都是小事情呐。只要像当三年的还在搞这个，只要这样前瞻一样那么顺利就好了。你对岸拿出来啊，议事规则里面对岸这两个字，以二十案为原则啦，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啦。好、哦，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啦。这样、啊，主任，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大家不会啦，不会这一次不会那么僵啦，不会啦。好、哦，写下去，大家有一个目标会比较好啦。哦、大家比较有一个。哦，心理上也不会，好、哦，也让我们的委员知道大家有协商，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好、哦，好不好？这样子啦，可以啦，可以啦，这样子哦，我们的财委会比较好做事情啦，啊、哦，好么阿伯吼，我们大概不这拢不干呢，印一大堆，啊，该不要拢无落用。上委会实在可怜了，可怜那个加班再加班，我们倍数在。可不可以？如果刚才我念的时间表可以。我们就宣读一下这个结果，我宣读看大家怎么样了啊、哦？如果不同意，我们再修正啊、哦。我们决定事项一，请各党团于1月3日星期四下午6时前，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提案送至财政委员会会诊。啊、哦，这个就刚才讲的，明天下午6点之前。第二，财政委员会收案后，交各该委员会整理复印。哦、相关提案后于1月4日星期五上午，我们上午9时，好、哦，礼拜五上午9时就会提供各党团你们的提案了。好、哦，就是到明天下午提案6点过来，晚上我们会加班，礼拜五上午9点我们就送至各个党团。好、哦，可好、哦，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哈、哦，就让部会跟党团沟通。第三，行政部门先行向提案委员及党团进行双向说明，落实沟通，必立1月7日星期一下午20:30协商之进行。这个不表示我们在协商的时候，其他部会继续沟通，好、哦，因为我们部会会有一个部会，后面的部会可以继续沟通，这个没有问题啊、哦。当日下午20:30进行协商前，各党团仍得提案送财委会会诊，就是在协商之前。各党团得提案送财委会会诊，为以20案为原则。原则啊，啊，不然你要怎么，我要怎么写？那这样子，我们提案的时间就好像是延长到1月7日下午呢。好，来周成。院长，我看这个20案不要写啦，这大概凭良心啦。好，啊，这个就是大家有一个默契嘛，哈。不好写凭良心的。好了，我们就凭良心啦，哈。哎，两岸几条以良心为主了。好了，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呐。好了，如果大家写两岸几条，其他凭良心的，好吧？啊，不能就到来了，20案划掉就可以了。我要提哦，我们也支持说不要去限，那可是以后。就说如果再提新案，就不要在那边讲说啊，这个案子太多或是太怎样，好、哦。是你们自己提？不是啊，我就说把它定清楚啊。啊，如果没有定不限量的话，那就真的是不限量啊。启真，启真兄，要不要想一下啦？要不要想一下？要不要有一个案子？游戏规则要清楚，不要事后又在那边讲。说应付每一次哦，没有每一次稍微协商的不是、啊、快法啦。因为既然那过去有时候禁止提啦。那这也有说10案的，也有说5案的。我觉得设时间点框框到最大极限是20案。设时间点是比较有意义的啦。好，那各提案委员跟各提案党团自己负责嘛。好，对不对？好了，自己敢提要提，那这样子的。其实时间到，好，那我重新再念一遍啦了。时间设好就好了。好，请行政部门先行向提案委员及党团进行双向说明，落实沟通，必立1月7日星期一下午20:30协商之进行。
当日下午20:30进行协商，请各党团啊、必要时如有必要时，还是就是写一个比较，如果有必要时酌予提案啊，酌予提案，好好嘛，不要酌予啦，如果有必要时仁德提案呐、啊，啊，这个修改仁德，如果有必要时酌予提案，酌予嘿啦，酌予提案，对啦，如果有必要时酌予提案呐、啊，哦，好啦好啦，这样子不要写几案呐、啊，变成卓宏泰来提案了、啊，卓宏泰提案。好了，这样大家好了，也不要人家觉得我们限制提案也不好了。好了，院长，那这样就很清楚，我们就很清楚，没有限量哦，哈，这个是讲很清楚，大家觉得有必要时嘛，哈、啊。第二个我要提哦，没有所谓对岸这个事，如果真的修正动议了，好，修正，那我们再提再修正就不算这次新案里面哦。哦，修正我们还是可以再修啊。修正上就是宴会表决了。对啊，我知道了，那是宴会处理的事情。好、哦哦，这不是新案哦。哦不会多了，那个大家坚持的点不多。啊、底下不傻，你有个同样的事情一再讲、哦、好，来。好，那我再宣读一遍啊、哦，请各党团于1月3日星期四下午6:00前。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提案送至财政委员会会诊，这是第一。第二，财政委员会受案后，交各该委员会整理复印相关提案后，于1月4日星期五上午9:00提供各党团及相关部门参考。这个第二点要做得到哈。三，请行政部门先行向提案委员及党团进行双向沟通、落实沟通，啊，臂力。1月7日星期一下午20:30协商之进行，当日下午20:30进行协商前，如各党团有必要时，仍得酌予提案送财委会会诊。四，各党团原则同意1月9日星期三院会进行处理上开预算案，可不可以？好，这样就好 OK 了哈。好，来，那 OK， 我们下午就宣读。签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就在宴会宣读了。那宣读，所以下午哦，如果有共识，下午我们要出席人数满足，出席人数就不必动员了啊、哦，就宣读，宣读这个我们就散会了，不是休息了啊、哦，是的。下午跟我是都是全部都一致。哎，院长，师傅等一下下去就可以签到了。临时会的有一个什么时候开始签到？哦，还有一个临时会啊，对啊，对对对，临时会已经不开了，刚刚讲好了，讲好了，还是要宣读一下，我都要宣读，来，你们可以，然后院长下面一个人就好了，11点或11:30，你看现在是11:30，现在宴会，现在是11点了，好，那我们的来赶快签，我们协商哈，那。我跟各位讲大概动员的时间了啊、哦、我们啊、下礼拜一嘛，我们礼拜我讲几号了啊、哦、我们明天今天开会嘛，1月2号3号4号就没有了，等一下我们就大概是1月7号下午干部要来协商，就是各委员会轮到干部，我们会把那个表印出来，你们的协商代表各自就派过来哈，我们会部会不会把它排出来？那个部会顺序，我们会赶快另外定吗？那我们会不会有个？我们可不可以先拿到这个？那委员会这样，我们今天下午就排了哈，明天早上交给你们，因为这个还要搭，就委员们还要排时间嘛，明天早上交给你们，然后资料越好。我们明天早上交什么东西？部会顺序啦，协商的顺序。协商的哦，这个历年来有印的嘛，所以我们明天早上就把它排出来，然后内政委从内政开始嘛，这样一直下来嘛，内政国防外交嘛，好，所以下午你们一定要来签到，我们人数够，不必动员了、啊，但是要签到，我看待会就可以签到了，毕其功于一役嘛，这才有效力。然后签到是通常时间，我们11点开谈话会，好、哦。谈话会没有人数问题，所以谈话会可以不必签到。等一下，因为我要宣布这个结果哦，所以这个没有，好、哦，我们这个没有人数问题，
所以等一下你们拜托大家下去就签个到了哦。那因为我们有已经有协商结论，所以谈话会不必表决了哦。所以我们签到，你们都可以离开了。院长，我们的立场很清楚，我们是希望这个临时会、啊、那不要再表决了，已经有协商结论。啊，这个我们没办法签了，我们立场已经提了，我们有案子嘛，我们希望能处理法案嘛，对不对？那刚才讲那么久在做什么？啊，不，我已经表达我立场了。每个都表决就好。那个也不要签呐、啊，可以啊。那个也不要签呐、啊。买了，卖安尼啦，哎、欸。来，姐，蒙罩了，两个都不要签。好了，姐蒙罩了。好，没关系。好了，姐，爸，你先坐着，永明兄。临时会是你们大党的啊，啊，你如果这个态度，我们不用协商，你们自己去表决啊。爸，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下午要处理这个案子吗？对不对？是不是？你预算也不要协签呐。好，那谈话我们就来表决，没关系的，谈话会就表决，11点我们就谈话会表决。好，院长召集协商来问说临时会要开什么，我们也提了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立场，对不对？对了，谈话会是他们可以表达。你没有权利召集临时会嘛？权利召集临时会、啊。我知道，那我可以不签吧？签就表决、啊，可不可以？不啦，你哎、欸，那来了。协商、啊這個，对啊，那、啊、是什么态度啊？没啦，那个因为协商嘛，大家有一个诚意啊，公务员副总部。是说你说的才对啊。啊，总务副总部是什么？啊，我表达我立场啊，我不签不行哦。各政党都可以，只有你不行嘛。立场大家用恭贺了。对啊，你就表决啊。讲好了，你不就去表决、啊？立场他讲了一块，怎么突然就不签了啊？回来没关系啦，反正台湾没有人数的限制啊，表决就11点啦、啊，11点开谈话会啊、哦，你签起来了啊！11点你的提案我们就来处理了。谈话本来就是表决啦，就表决。我们不会有提案啊，就你们自己表决你们的案子啊，对不对？总预算，哎呀，你钟医生，你签起来，那个谈话会的时间你可以不要，总预算你签一下啦。对啊，对啊。对了，我传给他们看了，我等一下再签，好不好？好，总预算那个没问题的。我知道啊，你等一下。啊，我下午会处理你的问题。我知道。我等一下就处理你的问题。你们要？那什么问题啊？我们没有案子啊，所以你不用处理我们。啊，我这个，反正你下午才要念嘛。我下午之前会。11点啊，我11点呢，11点谈话会就要处理啊。哎，到这个你院会说在。不，这个是在谈话会处理议程啊。不是啦，这个不是嘛，这个是你在宴会，然后你签这个程序。宴会签一下。好，这个我会签啊，你念之前我就会签。好，我给他看一下。好，OK。好，等一下你看。好，11点谈话会啊。好，我等一下讲吧。好，等一下，那个男生再签。这点要签进来。等一下，这个签过了。他还是会签的。